新新热舞，不管怎么一七六的主办项目，我们也是非常的厉害。OK，那一样，我们的一五的学弟妹们要先自我介绍，让下我们一五的学妹们先到第一排，一五的学妹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新新热舞一五 Radiance。我是总务经理。我是超社嘉轩。我是活动水母。我是社长兼美学漂亮。我是公关妮娜。我是文书苏炳。我是风社尼莫。OK， 那我们的麦克风给我们现在的主角，我们的学长姐们，盛琪，欢迎你哦。大家好，我们星星热舞一四 Jolas。我是社长兼公关永成。我是总务金宇。我是副社十七。还有，我是活动一勇。我是美宣元真。
OK， 那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场吗？最后一场谢干场的部分。OK， 那跟大家宣传一下你们的 IG 哦，今天最后一场表演，想要标记你们的话，我们的第一次的 IG 名是 HHDC 底线。HHDC 14底下一个 HHDC， 然后我们小孩要创账号，就是查星期肉15就有了，这样欢迎大家多多支持他们，谢谢。OK， 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星星肉114跟15 ，IG 一样打星星肉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社账喽。